现在 MCO 期间，我们第一次出去玩啊！已经在家我们去 KL 绕一圈，绕一圈吧，我们是啊，去那吃一点东西。然后有什么感想？很开心啊，因为关了很多天，就是可以终于可以出去啊，极开心。很开心啦，你极开心。你去关在家里一年，不要出来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为什么要关在家里一年呢？现在 MCO 哪里可以出去哦？虽然是不能出去，但是在家里不可能一年。如果一年的话，是超过六个月啊。超过六个月第，然后是第一次出去的。去学校几天？你要再关一次。几天怎么样？两三个星期吧。两个星期不是几天。考试完几天过后就要再多一次 MCO 的一次，你爽吗？就是觉得好，就是觉得天天关在家里好啊，不好。现在我们已经去到达目的地了，这里是克莱美永安镇，这里最出名的就是七琼山，它的酱是特制的。现在巴生这里是红 Q， 我还以为这里会空无一人，没有想到在这里也是还是很多人啦、啊、所以呢你们最好也是不要一直出去，要出去的话尽量戴口罩，遵守 SOP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第一道食物虾饼。一二三四，这里一共有四只虾，现在要试一下它的味道。它非常的脆，很好喝。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个食物，全豆。它里面有红豆，也是有这个青色的东西。它的冰也是蛮多一些啦。这是我们第三道食物，它是 Roger， 在冰城呢，它叫做 Bug Symbol。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全都，很好喝，它里面呢那边是配啊那种牛奶，很冰，很好喝。现在来吃一下这个，很脆又很好吃，它不是咖喱，用什么不辣？都没有猜到。还有全都，还有肉酱小米，那是肉酱全都。这是宇宙的宇宙的，你猜了。那为什么没有猜到？这是第四道食物，云吞面。云吞面是有叉烧，还有dumpling， 云吞，然后我，但是这个云吞面不懂为什么没有菜啊，所以我们要吃。上次还有菜吗？上次有菜，应该是完了。好吃吗？不错了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五道食物火锅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它里面有菜。现在我们试吃一下啦，来，有辣椒的，我给你扣钱的啊，很好吃，不会那么辣，不喜欢吃辣的人应该不可能吃出一下，很好吃。你出来吃吃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道食物，就是最后一道，这里最出名的七琼团。你看它的字，你就会觉得它很好吃。现在我们来试吃一下，这是他自己做的，
找位啊。很好吃，你们来这里一定要试试它的气球饭。你要一点点冰吗？我拿去给你。红豆吗？你要红豆吗？红豆吗？好，红豆不了。每一次来到巴生，我都会要求我的爸爸带我们去吃摇摇冰。这里的摇摇冰有很多口味，可是我跟我的弟弟最喜欢的口味是水果的口味。我妈妈就喜欢红豆还有沙梨，我们就点了芒果还有西瓜。现在要 try。它的红豆很好喝。不是，这不是芒果，这是酸梅。酸梅来的，所以是很酸的。如果你们要吃，你就过来这间店吃啊。这里是巴生的摇摇冰店，去 search 位置就知道了。拜拜。